啊，哥哥，小姨妹来了，妹，这穿的那么好看呢、啊，今天。休闲太热了。哎呀，这天气这打扮有没有像包租婆？收费的啊？那来这里收费。<笑>哎呀，特别的好看呀、啊，小姨妹。谢谢你笑的太假了，啊、你是不是我来了你不开心？怎么可能？太假了，给你看一个切口料。怪中啊。 对呀、啊，哦，外面是机油黄，里面是白肉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你的心有没有这么白？啊，心是黑的。黄的吗？<笑>红的。嗯，多少钱这个？这个1500。1500。嗯，200块吗？卖，天天价格给不到卖，还要。300。好给。500。好给。600。好给。你说嘛，最低要多少？最低1000。1000块。嗯。都说最低了，看见我的眼睛，<笑>最低1000，最低1000，嗯，900块，怪装料不错哈，你切的呀？你切的？那个泡菜切的。得了，900块，怪装吗？我要拿去赚点的嘛，要不然大哥们都说我料子没性价比了。等一下，嗯，行吧，那900露给你了。好，兄弟们来了，今天搞了一个怪装的，不错啊。 还搞了个小姨妹，<笑>来带走的啦，兄弟们。小姨妹是老铁们的，不是你的。<笑>好的，好的啊，听到了没有，兄弟们，小姨妹是老铁的啊，大家的啊。